国产电视品牌 TCL 近年就发展迅速，最近就推出了新一代的 Smart TV P6 Series。卖点就是薄身，同时亦都支援简单的语音控制。今次呢部 P6 的其中一个卖点咧，都是超薄的边框啊。咁你看到咧，呢个厚度就 0.48 嘅。咁佢话机身最薄咧就有 0.99 嘅。电视机背的厚度可谓上薄下阔，上半身最薄的位置就比记者的 iPhone 6s Plus 略厚。不过机背下半身收藏的电路板和喇叭，最厚的位置就有成 7cm 咁多噶。P6 就支援 4K HDR 的画面，影像的光暗细致位就更加清晰。同时亦都支援 Android TV， 可以用 Google Pay 下载超过200个应用程式使用，内置就有 Netflix 和 YouTube 等等的播放程式。咁今次 P6 呢部电视咧都支援一个语音控制嘅，咁就喺遥控嘅下方啦，揿个掣咧，就譬如好似我开启 YouTube 系啦，咁啊好快咧就可以开到 YouTube 啦，咁同埋咧都可以搜寻一啲 YouTube 嘅影片嘅，可能《苹果日报》，但系一啲可能深入啲嘅功能啊，可能调大细声咧就暂时未支援到嘅。黑色的机身就采用了铝合金简约底座的设计，分了50寸和55寸版，售价分别是7999和9999。苹果优惠，开蓝牙定位附近惊喜优惠随即到手。